米拉日巴大师集，第39篇，惹琼巴的悔悟。惹琼巴听了此歌，毫不动容，闷坐不响。偶尔忽向尊者所显现的神迹斜视一两眼，全部把他当回事似的。他对尊者说道：看野马比您这些神通要有意思多了。尊者对他显示了如许的神通，他却丝毫也看不起的样子，说道：请快把我的经书还给我。说毕就气呼呼地闷坐一旁，两脚跺地，像跳碎步舞似的，又把两肘放在双膝上，两个手掌心托住下巴，嘴里哼着小曲子。尊者又大显神通，全身内外突然清澈透明，密处显现朵结单衣，脐轮视线上乐金刚，心轮喜金刚，喉轮马哈玛雅，眉间释迦摩尼，丁记密集金刚，诸天眷属围绕，在美丽的红彩天幕中，如是视线诸佛相好，虽无自性，却极端清晰明了。当即歌道：惹琼仔细听我言，我此肉身诸大种，即是佛母月亮宫，百千佛天齐住此，密处大乐守护轮，多劫单一诸圣住，心间法轮喜金刚，九种化佛咸安住，此是三萨多体性，心间金刚坛城也。喉间受用坛城处，马哈玛雅诸尊住，享用诸法幻变也，与金刚之坛城也。眉间白罗坛城处，释迦能人诸天住，具足智慧种性也，无二金刚坛城也。顶尖大乐坛城处，密集金刚诸天住，脉与菩提无分别，大乐坛城住处也。仔细若能善修持，其身即是佛陀体，银亮佛身现前程，凡体转成红光身，子欲观赏妙境也。如是妙境甚稀奇，莫生邪见兮，生净信。惹琼巴说道：尊者的成就凭证确实稀有，但是我如果失去经书，此心将永远不安，所以请您把经书赐还给我。尊者于是再显神通，从有挚爱的山岩中进来出去，毫无挚爱，身跨巨石于空中飞行，又在水中行走和坐卧，身上出水冒火，从一变多，摄多归一，这样在空中行走安住，视现种种威仪，然后唱道：惹琼仔细听我言，能于色法无挚爱，心境合一之照也，能其巨石奔月者，静物自在之照也，行走冰上如履地，四大容衣之照也，身上出水喷火者，遍处已得自在也，一身变多复归一，能以化身度众也，空中坐卧行走者，心气屈入中脉也，子欲观赏妙境也，如斯妙境甚稀奇，野马奔月虽月目，终乃畜生游戏耳，莫生邪见兮，生净信。
热琼巴说道，尊者所显现的神通和小孩子的游戏一样，看多了除了令人厌烦以外实在没有什么稀奇。你如果有慈悲，就请把经书还给我。儿啊，莫要对父亲生起邪见呢。你如果能够至心祈请，显有一切诸法皆会变成经典，你应该向我祈请证得这样的境界才好。于是尊者走到一个狭窄的小路去，这条小路原是不仁的商人们经常所走之地。小路的某处被一突出的巨石所碍，实际上成为了来往必经的门户。尊者走进巨石，把巨石像发面一样的撕开，像喷水一样的洒散，像黄泥一般的践踏，最后一手举起巨石掷向谷下的一条大河中去，随即歌道：热琼子兮，听我言，于此狭隘孔道中，坚铁巨石有八角，上行诸人磨右脚，下行诸人磨左脚，风响百枝难消融，铁匠百名难锤破，我今猎石如切面，撒至石粉如水墨，脚踏此石如烂泥，掷石入河如抛屎，若以尽信观汝父，众愿满足似雨降，如其众门入宝藏，此成其中之大奇也。野马奔月虽月目，终乃畜生，游戏耳。惹琼巴说，我若能重获经典，就会对您的神通发生信心，否则我心里总是会不高兴的。尊者如是规劝，示现了如许神通，惹琼巴仍是不生信心。于是尊者展开衣袖，如鹏鸟展翅一般向洪崖的悬壁顶端飞腾而去。尊者在空中如鹫一样的上翔，如鸢般的突降，如闪电般的飞驰，示现种种姿态，同时歌道：热琼子兮，视地听，洪崖博拓虚空宝，虚空宝之顶端上，我笑大鹏作翱翔，震颤双翅似小鸟，任意飞腾游四方，从来无人能如此，如丝飞翔成绝响，老密飞时如丝飞，如旧高翔入苍穹，速如渊降急若电，四方腾窜似狂飙，我于因缘自在故，此身能发大神通，如若具信勤修持，轮涅自在容易体，此时其中之大奇。野马奔月虽月目，终乃畜生游戏耳，吾子惹琼应慎思，静自心兮求上进。惹琼巴对尊者所示现的神通略微的瞄了一两眼，仍是丝毫不生信心。于是尊者又展开衣袖作为翅膀腾空飞起，同时歌道：惹琼子兮，视地听，蒙尽洪崖博拓畔，无端忽来野马群，顷刻之间突生起，此乃无生法界性，无灭大用万变也，一马忽然变成狼，驱赶群马过山头，此乃明体烦恼境，所断已断之兆也，超越能所二执也，此时米拉所化现，只是心要之法诀，说于热穷金刚也。米拉日巴如老父，所现种种妙神通，不觉西游反生宴，
而于白马之嬉戏，甚为欢喜乐观赏，此乃新入歧途兆。我现如斯大神通，汝若无睹不生信，着实寡信之弟子，我心念此不胜悲，厌离之心油然生。惹琼子兮听我言，坚实之木粗硬角，努力辨之亦能取。心若桀骜或粗暴，是调柔之甚难哉。调自心兮惹琼罢，南方之虎北野牛，竭力调之亦能驯。唯有我直乃我慢，能降服之甚难哉。降我直兮惹琼罢，天空飞鸟地中鼠，努力捕之亦能得。唯有失念心迷乱，始归正念甚难哉。持正念兮惹琼罢，深邃文思之佛学，努力学之亦能识。唯有自心离实体，欲识得之甚难哉。应于无生心性法，勤修正息惹穷罢。悲言之父慈爱母，竭力弃之亦能舍。唯有自傲恶性情，欲转变之甚难哉。调性情兮惹穷罢，香园房宅及财宝，努力抛之亦能却。唯有贪乐及好意，欲改变之甚难哉。舍贪意兮惹穷罢，俏丽装饰美人伴，努力弃之亦能舍。唯有柔暖后背垫，欲舍弃之甚难哉。舍贪睡兮惹穷罢，对山此山两相隔，努力连之亦向闲。唯有妙智本来面，欲结识之甚难哉。观心性兮惹穷罢，国王敕令皇后命，竭力求之亦能免。唯有死主阎罗命，不讲情面难信托，转死为道兮惹穷罢。自系应除诸恶念，应舍一切诸恶行，挑拂粗恶之性情，降服魔王之障难，舍弃我执之诡伴。死时我若有遗嘱，教辞更无书圣句；活时我若有绝言，舍此更无心要语。牢记我主兮惹穷罢。